今天肚子好疼啊，所以今天就不播了吧。但是啾啾啾肯定是还是要啾的，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各啾三宝宝，给两盒起泡胶。Hello， 宝宝们，我是可爱。然后之前说啾的名单已经发在说说了，去看一下有没有你哦。然后好多小可爱只点了赞，没有关注我，所以是没有效的。然后这个视频就是。